对于北方话，这位女士总是需要一点时间反应。你怎么会想来长春啊？你昨天做梦说你想来的。那住在树上的不仅有那些乌鸦，还有一些小贩。他可能会做退役不好玩。为什么？这个索道玩下，这个人疯了。好玩哦！一直在那边嘿嘿，开心成这样。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哎呦，是有点累，我们休息一下好吧？喝咖啡。我不喝，你可以喝。休息一下，还有西段。小木咖啡的物价，在景区物价就贵了啊。咖啡要45，还好奶茶下面还好，但是点了一杯这个蜂蜜柠檬水，竟然是热的，哎，要把我们热死了今天。不过这会儿还好有风，看着惬意的小样子。我们现在要坐西段的缆车了，这应该上去是16。16吗？我已经不记得了。对于北方话，这位女士总是需要一点时间反应。那我的呢？我也这好。好，谢谢。你的那也是坐过索道，来，上车，上车。封闭式缆车，大包车。这个缆车就大了，刚才那个大多了，像滑雪的缆车。所以刚才丢在外面那个美国总统坐过缆车是被淘汰了的，现在缆车已经这么高级了。新的。对，现在是新的缆车。360度没有。但它没有关门。哦，自动门。说它不关，这是 AI 的吧？受监督哎，一说一 Q 就关门。哦，开始加速。哇，这个景，好像没看过一样。跟刚刚一样。对。来的这个时间点好像有点错峰的意思，大家都下山了，上山都没有人。出门左拐，右边出口，左边入口。哎，这啥门路啊？啊？路上碰到的好几位台湾人，好几位上海人。大牌子写的什么？哎呀，爱我中华，修我长城。看看，防御外族侵扰的设施，现在它是团结各国人民的纽带。愿中国的长城继续是世界各国人民团结的象征。世界文化遗产，5A 景区，这是一个打卡地了。这是长城边上唯一在开的樱花还是杏花呀？还是挺漂亮的。这就上来了，这是西段，这个看不到，刚才还没有看到这是几号，前面那个小房子应该能看到。你刚问我什么？你怎么会想来长春啊？不是你要来吗？没有啊，你昨天做梦说你想来的。哇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女人。没啥
这是那个什么《非诚勿扰》葛优舒淇的求婚、求婚地的拍摄地，不知道在哪，不知道哪个口的，还有在上面。哦，这边人多了。还好看吗？哦，有花。有花。哎呦，好巧哎，又是丽呀。应该是刚刚那个平台的。是啊。那我们等一下。哇，这里面好可怕，这墙都裂缝了。看这砖，这块，感觉都要掉下来了。哎呦，好没有安全感哦，在这下面，觉得真的会砸一块砖。就是我又不是特别喜欢物理，对吧？就当不了牛顿。拿块砖砸我，那我就姓倒霉了。哎呦，那住在树上的不仅有那些乌鸦，还有一些小贩。看这个城墙外，卖什么冰淇淋啊、冰棍儿、水，也是挺不一样的。刚才路上行人说这好像是桃花。哎，左脚在前好吗？脚尖朝向我们。这样子。哦，在桥上。你在这干嘛呢？等拍照。嗯。这边就是好汉坡了，我们到了坡底，看一眼就好了。不上去了。不行，然后又赶时间，它是4:20最晚要回程。我们订的那个一日游的那个巴士，所以这边打个卡，看看花。走了，我觉得可以了，好了。下山，一直在上山下山，每次出来玩我们都是下山了，吃饭了，下山了，结束了，打卡结束了，走了。一直重复这些，我今天是真的上山了。这边海拔应该哦，要再往上走，那边应该是有到1000多，这边不知道多。走吧，饺子吃完了，下山。忘了，肚子填饱了就好了，不然我跟你说可麻烦了。这个人现在他最晚返程是4:20的车，现在4:00。可以晃悠晃悠过去等车了，跟上队伍要上车了。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，拜拜。